跳舞。那么前面都是唱歌主播，现在也该换换了吧。好了，下面我给大家跳我的第一支舞，喜欢丁丁宝们可以点点关注哦。
实在是太遭罪了，然后今天给大家跳最后一支舞，最后一支舞3:52，那留点时间跟你们唠嗑。그렇게 좋았던 거니 날 버리고 떠나.
在直播间给你们跳舞，剩下8秒的时间，那我们有请下一位苗苗为大家。